会觉得说真的是不够善良。有关于他的事情，我觉得这个人是最近贺新祥的事情淹到非常非常大的风波，我会觉得说真的是不够善良。关于，因为其实我们拍完戏之后，就是各自都在忙自己工作上面的事情，所以有关于他的事情，我觉得我真的不方便多说些什么。对，最近有在干嘛？因为都在忙。可是你们合作的过程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？他在工作状态是非常的，我是非常努力的。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都，对啊，很努力，然后也都会很用心的接收对方的情绪。对，所以在工作的状态里面是觉得这个人是很好的。而且实际上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只有对到两三场戏而已。对，其实并不是每天都一起工作。你最近有在关心就是社群，还是说社群的一些状况？就是像是陈琳她在歌手2024上面唱歌，然后就是有被淘汰这样子，那你有关心一下她？在我来看，她一直都是很努力的，不管说是演员、歌手，就是她对我来讲一直都是很努力。我觉得大家还是多看她非常努力的部分。我们做这个工作，其实也是希望自己的努力被看见。刚看到互动变少。这个事情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自己私底下朋友事情也不需要跟大家多做报备，也不要拿在台面上说。那我们这就是因为两岸关系也很紧张。谢谢哦，谢谢。被表态。谢谢，我们就到这边喽。最近是都是两个人相处的时间比较多。有进步吗？我们就是一直希望还是能够在秋天了，但是至于哪一年的秋天，现在还真的没办法确定，实在是细节太多了，有太多细项要讨论。我跟先生都是比较那种随遇而安型的，有的时候要真的要详细想一些这么细节的计划的时候，真的有点懒。两个人都在讲之后就那不然就先吃饭好了，希望尽快吧。今年应该来不及了。到现在是因为他生日，也不是，因为我自己，我觉得这个季节比较舒服，我是喜欢户外的。婚礼前就不会先换了。计划是计划，变化是变化，我们两个就很当下，就是谁知道呢？就惊喜。他想问说你们还有没有在避孕？我们就一直顺其自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四月好美。谢谢。还有一件是短裙，对。